哈，林子。那么，经过3到4个星期的时间呢，我终于把《哈利波特》这个系列第一个系列给画完了。具体花了多少时间我还没有算过，但是因为所有的作品我已经全部 PO 在了我的 Instagram 上面，如果是有兴趣的话，你们可以到上面去看，因为会比较 details 一点嘛。但是这一星期呢，我有完成其实是2幅的《哈利波特》系列的。第一个呢，就是 Ginny Weasley，她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个人觉得她很可爱的一个小女生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第二张就是我重新画的《哈利波特》这一张，因为和第一张相比的话，我个人会觉得这一张稍微更好看一些，个人觉得啦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我9张的一个 overall。其实我在这个影片的刚开始，你应该也可以看到这一幅图嘛，因为这是我 self challenge 或是 nine challenges 的9幅挑战的第二个系列。但是我觉得呢，想要给自己放一个假，所以下一个9幅挑战可能就是再过几个星期我再做吧。现在就是放松一下，因为我自己是有准备做一个特别的一个 illustration 给我自己的嘛，大概会在下一周或者是下下一周 po 出来这个样子。那么今天呢，就是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个女生的 illustration，因为夏天来了嘛，但是又不能出去，我自己又很想出去玩，那怎么样呢？那就把它给画出来就好了。所以我把这个女孩就叫做 Summer Girl。
是你有注意到的话，它是有一点 tinted， 就是有一点晒黑的那种。很想去外面享受阳光，但是没有办法，那就自己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给画出来。我觉得也算是一种思想的一种寄托情感的一种方式吧，或者寄托我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的一种方式。那么下一星期呢，或者是过两星期呢，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 illustration。 然后这一张呢其实是我为自己做的，但是希望你们会喜欢。那么这一星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咯，下星期再见，拜拜。